公司旗下的包装移民庙是旗下闽南地区重要信仰中心，今年都好读到寺庙70周年，庙方举办的全国的联谊会，有将近的700乡亲来参加，汉会会咩特别去之一。早上九点六，来自全台各地的信徒陆续去到旗下移民庙，向移民爷来创业。除了感谢一年的照顾，也大半日的机会联络感情，希望庙宇运作顺利。我们每30人礼拜，我们有40人见面吼，过做阿拜轮到我们就10人以后那轮礼拜哦嘞。我们那样的联谊会有乜个问题，讲庙有乜个困难，乜个我们可以严重庙我们可以解决的。前面宝中移民庙是台湾光复时期由土著庙这片的前辈南下开垦带下来的信仰。过去的农业时代，也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保佑当地的农民风调雨顺，五谷丰收。我们很细家吼，也要来也拜拜啦。虽然也个移民庙呢，讲起来去做客好多种吼，但是呢，头摆呢，闽南的客家人吼，全部来拜。啊，也是也有好多人来拜吼。啊，头摆移民爷爷呢吼，就会保庇我们农庄啊吼。他今年不讲属猪的啦吼，农事啊的吼，会平平安安啦。庙方讲，传承万简单，我想办法来上见到后生人，来认同移民爷的忠义精神。未来嘛会透过见到的法通期盼，帮岐山保重移民庙的信徒越来越多。下个新闻整份，资工部土。